你说了有光没光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？这样，张开，合上，再张开。话不多说，一直在等什么？冥冥之中，什么温度？有阳光的时候，重要的不一定是明亮，温暖也很重要的。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的阳光好热？不自觉的从耀眼深陷认出你的我，是你的手心热吧？你抬头对我笑着，说各自拗口，我熄灭后黑暗中自然而然拥抱前。哎，窗帘怎么小鹿是我亲戚的妹妹，暂住在家里方便照顾我。啊，你好，我是桑无烟啊，我得离你远一点，我得了麻疹会传染的。没事的，我小时候打过疫苗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去了。我来的太急了，什么东西都没带，我回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啊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 iQIYI